不是这个，我原来啊想写一本书，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些书，就比如二十年之目睹怪现象什么等等，本来想写一本书叫吃饭记，就这么多年吃的古怪的饭。对，您吃的饭很多。您还吃过什么古怪的饭？就北京这古怪的饭，说起来都就是你闻所未闻。我有一个香港朋友找我来，他说我求你一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欠人人情，说我得上人那儿吃顿饭，你陪我去，咱就把这人情了了。然后我说我去干嘛去啊？他说哎呦，我说这个我这北京没什么人，就是咱好歹凑一桌，咱去了吃一顿饭，我把人情还了。这个地方它是不对外的，你知道吗？我还约了另外几个人，全都找不着，就费好大劲，最后才都终于一共就六个人凑齐了，到他那儿吃饭。一进去啊，就非常不起眼这个地方。进去以后，一进屋我就傻了。他怎么吃饭？我们六个人哈、啊，大厅里一礼堂里吃饭，一人给一张桌子，一人给一宝座。这六个人呢，谁也不挨谁，谁也不挨谁。然后我这么大个儿上去，腿是啷当着的，就跟幼儿园的似的。然后一人一大桌子，六个人，我说在这屋吃饭吗？他们说吃饭。我说那这饭没法吃。我说你这是什么人情啊？我说这个受不了。然后后来我说我这个没法吃，因为这个桌子跟那个桌子隔着得喊。对，我说咱换一个。然后呢，又换了个地儿。换了一张大桌子，也算那个椅子也是超大，就是腿不着地。最后吃完了以后，那老板一来一看是我，说啊，马上来了，免单了。这块他那吃饭特贵，你知道吗？啊、他还他这一个。这叫刷脸，就是刷脸了、哎。结果马先生欠上了、结果呢，没有还人情，还把这单给免了。所以这金爷有个著名的论断啊，说这个中国文化的奥秘在于饭局。饭局，最终饭局。我们的聚会就是都是饭局，有事没事就吃饭，啊，就是家里面一般都是不接待。我记得是90年代后期，等你家里房子都装修了，有什么客厅了，你家里就不接客了。哎，都是事情在外头吃饭。对，所以我也是有一次和我一个朋友，他开饭店的嘛，我说实际现在最精彩的事情都是在饭局中发生，最精彩的内容就像我们四个人聊天，你有一些饭局里面到底他们在聊什么天，你可以发现城市最有魅力的啊这些秘密。那真的是什么话分门别类都在讲，都准备要在饭桌上讲。我而且发现每次吃饭都是每个人都在肚子里在做文章一样，比如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比如马爷在说，我心里就在想，我等会说一个什么。哦，这个可能是一个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大家要在圆桌子上。我不是刚才说那种年轻人，可能现在都是拼桌啊什么，他就没有这么一个气场。你有一个圆桌子。会等于是一个故事会，对，而且会老是有角色分配，对的，就是我经常我跟我一个朋友讲，他就老喜欢在家里搞家宴嘛，我有几次去，然后我说为什么你这个家宴，我一推门进去总有一个水瓶座男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老有一个人在那嘚嘚嘚高谈阔论，所有人在那听。水瓶座的人也嘚不嘚？不好意思，你不是水瓶座。我不是，我这是挑战了马爷的。对呀、啊，我就那个开玩笑，就是他总会有一个人说特别多，然后不断的讲他的事儿，然后大家听，然后呢有几个人会在那儿和弦，然后总有一个人呢是那种什么秘书或者这种角色去负责把所有的事情给安排好。所以我发现那个饭桌上它会自动的就发生这种角色分配。那天我看一外国相亲的网站的说，也不叫他们不叫约，他们叫约会儿，说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跟咱们这岁数不一样，这男的都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俩人就是交友软件约了，啪见个面之后呢，这男的看了看，就是说建议咱们俩 share 一个汉堡包啊，然后呢就弄一汉堡包，汉堡包来了之后呢，这男的把这个汉堡包一切为二，然后看了看，自己又把那大的那个，然后完了最后就说这个 AA 制。后来他们讲这个段子就说什么呢？说你看西餐呢、啊，它 AA 制有合理性，对，它是分餐制的，一个人一个，那确实可以分得清楚。中国人实际上呢是分不清楚的，也就你在国外生活过，你觉得他们说的那种说。老外真的就是这个 AA 制，甚至 AA 到夫妻吗？没有，我觉得还分人。但是有，其实有，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抢着买单，他们会特别惊讶。
我就前一阵子我在英国，我跟几个朋友，其实我们都还是就我们以前是同学，都算比较熟的，然后去博物馆完了，大家就喝杯咖啡，其实没几个钱，然后到要买单了吧，其中一个就问我说，哎，他先说你这能报销吗？我说不能报销。然后那我一想说，我说这没几个钱呀，你想就一杯咖啡就是几个英镑嘛，我就买了。然后我就想还要，因为我信用卡还要分开，很麻烦。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就非常惊讶，她当然就很感谢我了，但是那种感谢程度，我就觉得像我请了一个什么大餐一样。她就是特别感谢你，我就不至于吧，就几磅钱。但是他们呢，有时候就咱们中国人讲面子哈，他们现在英语不是也收录了这个词嘛，就是那个 save face 嘛。但这个是一个很中文的表达，他们说那个老外如果在中国住过，他们会明白你在说什么，叫那个 save face。他们说他们一般不这样认为，他们所谓的面子就是尊重，是那个 respect， 就是你对我有足够的尊重就够了，不像咱们的面子好像分得很细，甚至要到怎么样才算个面子啊？怎么样就很复杂。哎，得有光啊，光有面子不成，面子得有光。怎么解？怎么解？怎么理解？就是别人看得见，得让别人看见啊。还有一个面子上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平等的？就是说，你比如说送我一个300块钱的东西，请我吃300块的饭，我要比你多一点。啊，那么这个就是日本人说起来说不要给人家添麻烦，是吧？所以日本人送礼都送很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对，点了一桌子菜也有这种，啊，就是要让你觉得啊，你的礼物非常贵重，或者你请的饭非常好，啊，他不是从这个，你刚才说这个买单，可能也是他们那边平常都是。啊，大家都是哎，就是说被惊到了那种感觉。对对，但有点被惊到了。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早期吃饭就有人特别爱请客，他其实是他的社交。对，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家宴，谁家菜哈、啊？他们家呢，就是在家里，就是在一个宿舍楼里。嗯，他买了，当时买了两个大的房子给打通。然后他们家的厨房可能还衔接到其他房子，就是一个正经的操作的厨房，永远有3-4个厨子在那干活。他们家是吃流水席的，吃流水席呢，永远是桌子拼桌子，大桌子套小桌子，就是不规则的一个桌子。然后呢，因为我跟这个人还算挺熟的，但是我没去过他那儿吃饭，他3番5次的邀请我吃他们家家宴，那我就去了呗。那我认为你要请我吃饭，就是有限的人什么，大家说说话。但是他那个家宴永远有生人进来，就是你吃了半截就会有人。哦，我可能知道你说谁了。对，也就非常有名。然后不停的要加凳子，加凳子呢，就是加凳子加到什么程度呢？加到最后就是，咱俩虽然不熟，咱俩得坐一凳子上，就是因为人太多。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最后出来以后，他们就问我有什么感受哈、啊？我说唯一的感受是我平生没吃这么吃过饭，就是全侧着吃，因为人太多了嘛。他把那也10个人的上面能坐20个人的筷子，我说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么吃饭，要不然你这么转不过来不够宽吗？左撇子还不行啊？不是，那左撇子也叫侧着身也行吗？就是他就是从我到来到走，他是不停的上菜，这个菜吃完了，你可能也走了，下面又来人又吃，他那个饭连轴转的吃。非常有名的流水席在北京很有名，后来据说后来搬了。你说这些人他过的是个什么瘾呢？就我就不知道，就是那时候还因为他是宿舍楼嘛，嗯，一进他们家门口那走廊里，就是那个24瓶一箱那塑料筐里剁着那啤酒，剁着剁着像那个餐厅里都没那么多啤酒，他就喜欢这事儿，他往里搭钱呢，对呀，没有人给钱，到这都是白吃的，就是图一热闹，而且在这一桌子上，从你进来的时候，人家已经正在吃呢，你甭管什么点进去，你人家正在吃，等你走的时候还有新人来，就是这样，就像以前那种人不是有门客吗？对，就门客就在我这，门客对我就是那种主人的感觉，这是典型的流水席。对，对，哎，他是觉得这样有面子，对，有面子，是吧？你说上海人会干这么吃亏的？有，也有。刚才马老师说这种也有，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家就是他们家里就是这样的啊，他们家就是24小时都有热菜热饭，随时都会有人进来吃，啊，就是。他这个不是像他江湖老大的这种感觉啊，他不是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比如有的人那个晚上11点钟来或者什么样的。那我上一回听那个
那个詹宏志，台湾的那个詹宏志讲，我也倒是也是类似于这种，嗯，哎呀，我说这个非常感动人的，就是说他太太不是过世了嘛，对对对，说到他太太一个段子，就是说他当时詹宏志只有他是开公司的，像那种什么罗大佑啊，什么什么杨德昌啊，这批人都是当时在玩电影，那么都没公司，那么就叫那个就是说要叫那个詹宏志出面。对、啊，这帮人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都会来敲他们家门的啊！一敲门，他太太就开门，就第一句话就是：“你吃过饭没？”啊，说没有，他太太立刻做饭。我说这种老婆，我说真的是打灯笼都找不到啊！半夜两三点钟，他还没起床，他老婆就起来了。他老婆是个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美食家嘛，哦，所以大家愿意去吃也、哎、就是去前几年过突然过世，完了他在上海做了一桌他太太的菜，好像在杭州也对也杭州那次还请我去，我就是因为录咱们节目也没能享受到，就是他家里就变成一个就是随时过来就吃饭，他太太就起来给做，就是这样。那他这种亲力亲为太少了，我说那是家里有厨子。其实在中东啊，也有好多也是吃，就是吃饭那个面子更吓人。嗯、比如他今天要请你吃晚饭吧，嗯、你早上就得去。哇、哦，那算了。你得在人家家里待一天，嗯、他一个是跟你就是说他吃饭除了吃饭本身是个面子，嗯、就耗时间，你得跟他耗时间，就是给面子、嗯。哎，你早上就得去，开始啊，其实也没什么可聊的，就陪他看电视你也得去。然后呢，你吃完了吧？你至少得告别三次，你就这才能真的走。不行啊，不行，你哥，不行不行，你再待会儿，就是谢幕似的。啊、我就觉得这种中国人，你看一见面就吃了没有啊？这个吃是挂在嘴边上。你看过去70年代的时候，有票证的时候，多少户人家过年的这顿饭要凑，要几个月买东西凑这一顿饭。哎，对对对，你说是吧？就是说，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文化，这个。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而且呢，就是还真是，就是说这种饭局的主人呐、啊，嗯，我觉得是一类很特殊的这个人。你像我有的朋友就这样，我就很钦佩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呢，就像你说那个类似于流水席啊，他这个后来我想象一下，实际上他就是家里啊就没断过人，对对对，这个巨大的这种交际能力，你像要像我这个宅男。我的天哪，那不是精神崩溃了？他就是同高兴。然后呢，你可能这一家人呢，他就是杭州的名人、上海的名人，或者北京某个圈的名人，谁来了，朋友都知道往他家带。对，他呢就是坐在那儿，哈，这哗哗哗哗。当然，你不能从实，你可也可以从实际的角度去理解他。那当然，这个关系网是不得了的，对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就是他过这个瘾，他心理上的极大的满足。对，这咱就折磨呀！我就说，这家从早你得穿，至少你得穿好衣服吧。嗯，这家一波一波、一批一批的就来啊。尤其他变得非常有名的时候，就他流水席有名的时候，全是生人，嗯，就是都是生人。嗯，有时候还一开始还介绍介绍这张三李四，后来就谁谁都不认的，就也没介绍也白介绍，就不介绍了。吃完你抹抹嘴就走了，都特高兴。你像那个，你讲这个，就我就发现有的人，有你比如说那个美国有个艺术家叫那个安迪沃霍，嗯，现在不是卖上亿的那个哈，安迪沃霍，他到最后呢，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大的 loft， 就一个车间，最后你就觉得所有的纽约的这个社会零散人员、街上的流浪汉、精神病、各种各样的这个带着人就到他那儿就吃喝。哎，他当然跟他搞的艺术有关系，他就可以观察，不是他甚至他录啊，他就录、嗯。所以后来有些人就说他利用这个一些个比较弱势的人，他就不管他永远看着也有这个乱七八糟的那种畸形的人呢、啊，各种各样的人都知道他这个大车间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就都往这儿来。他拍最后一直到发生了一个事儿嘛，就是他拍的一个街上的一个女子、嗯、最后冲他开了一枪嘛，嗯啊，这是重伤。就发生那种事儿，美国一个那个作家叫杰克伦敦，他也是、嗯、他到后来发达了，不是在美国建立一个巨大的庄园叫狼巢还是叫什么巢，野兽的这个，然后集中所有的你能写东西的人全部到他那边，认识不认识不管的，就是最辉煌的时代，喜欢巨人、然后最后着火烧掉了，
这整个一个大的庄园烧掉了。现在唯一保留这个就是这种文化的，就是那个农村的葬礼。农村葬礼都是吃流水席的。对对对，农村葬礼还是以来人多为荣的，就是谁家老爷子死了，说吃三天大席流水席，人来的越远的人越尊贵。他还不是说你身份，比如你说我赶了50里路来吃你这顿饭，那你就是贵宾吃吧。结婚没有吗？结婚没有，中国人一定是重死不重生的，生不结婚也吃啊，怎么不吃啊？吃结婚没有吃流水席的，只有死亡吃流水席。结婚就是那一顿，完了散了。死亡，农村吃三天是正常的，有钱的人就是三天从早吃到晚。哎，你这然后那个丧葬文化，那个就那个吹鼓手们，就是唱歌的，现在有唱戏的，什么都有，那就是一天都不那嗓子都不闲。像你说一个聚会了，实际是一个十里八，如果你这人是很有名望或者就是有钱啊，然后十里八村的人都过来吃一顿。所以问题是，永远是谁来买单？你比如说，所以我又想起说，您说这上海，他们现在这个婚礼，您说到底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那真的要看，但是一般我听他们说，二婚的时候就不办了，二婚就敲没声的就也不请也不办。他们说现在上海这个红包得1000。对呀、啊，就是1000算是不止1000，1000就是个饭钱嘛。他们就说广东那边的红包就特别小，就是对特别小。为什么这个红包上海的红包又那么大？可能也是历史造成，比如说3年前我送了一个给你，对吧？对，你现在总得加码吧，你还得加一点，对，你要加一点，就什么越加越多了、哎、就是这样哎，因为这个都记着账，有一些年纪大的他甚至于家里都记账，就是人情啊，哎呦，就是人情啊。上海丈母娘都说什么呢？整个婚宴吃完了之后，冲着那个疲惫不堪的那个新郎新娘说，晚上睡觉前把红包数数清楚啊。什么呀，都要交给他。是吗？有的是因为他会去，他要去还债。对，因为之前是他，比如说他是就是他欠了人家，或人家欠了他的，这个人情得归到他这儿去。好啰嗦呀，这个好麻烦呀。是麻烦、因为呢，这个是联系到70年代、60年代生活经验过的这些人，就会出现这种事。将来我相信也没有，因为这一代人的家长都是60、70年代都是非常紧绷绷的过日子的吧。我觉得那种人情它就是个枷锁，那种面子啊，我就觉得你活半天就觉得老你这一辈子记得账都是给别人活着。对，所以我就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上海的很多现在还有的这个风气啊，我就觉得特难理解。按说上海人是最实际的人，对吧？但是呢，他的这是很有意思。你比如说，买戒指，买婚戒，那可能隔壁那个阿姨就来了，哦，这是81分的啊，说还是有点小，那等我们女儿结婚的时候，还是要1克拉的好，啊，然后说啊，这个大衣就是他有一套，你得按照这个来。我有时候就想，你像咱们这种我心狂野的，我就不办了，行不行啊？你干嘛办？不办不也是？不办会在他周围社会里造成什么呢？他你办不办就要看你跟你妈妈的关系了，对不对？对，你有的家里就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他完全也可以不办。但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孩子是被家长控制的，那么家长你也不能说他不好，他参加了亲戚很多很多的婚宴，他红包都送出去很多。对不对？没机会还有你说对，没机会回来了。上海人的这个要算清楚的。就这块地方不清楚啊。你知道我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他们过着一样的生活。你知道我对上海外滩的一个印象，当然他们都说上海人不逛外滩哈，但是我每次去上海外滩，我的必看见的一个就是一堆那个白裙子，就那个白婚纱，那个新娘就着噔噔噔噔噔跑到那个草地上照相，就是就是为什么都要这么一样呢？这个嘛，怎么说呢？这些人也并不一定真正的是上海人，都是新上海人也有可能。啊、哦，他要照一个相，那然后能寄回老家给大家看，我在外滩结婚。但因为这城市里面没什么地方可以照相啊，结婚的、啊。你比如像俄国，不是什么莫斯科红场啊，或者什么地方，也是这种，就现在变成一个习惯了。我这一代人好像还没有啊，结婚要婚纱要拍照，什么都没有。对，现在有几个地儿嘛，一个是青岛的八大关，一个是这个厦门的鼓浪屿。我在鼓浪屿那时候，不是鼓浪屿我老去嘛，看那个婚纱照，哎呦，有一个婚纱照把我惊着了。
那女的，哎呦，因为我先看见是正面大白婚纱，哎呦，那很漂亮。一转身后背，昨天晚上急得火大，全是拔罐子那红印儿，后背跟个金钱豹似的，全是。我说这得多的火呀，因为她裸着背嘛。啊，那就是他也着急啊！你看着他那什么婚纱和什么多美，他不定着多的急。对 对, 对。其实上海人就是一个方面特别实际啊，其实也不止于上海人。就是我就觉得他是，但是一方面又特别爱面子。对，他是实特别实际、就是、特别精打细算的做着一个很不实际的一个事儿。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就是英文你讲那个 social code， 就是其实是一种一套社交的这个密码，就说你不这样做，就是别人会说你。你觉得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交密码的网络当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刚兴起的，有人什么，旅游结婚，就是他不办婚宴了嘛，就去旅游了。我就听见大人背后会说：“哎，那他没办呢，他没办，你就会被人家非议。”其实上海人是很重，就是说人家背后会不会说你啊，或者怎么样，很累。刚才那个文涛说的，他是一个好像大致上面上海有那么一个。情况，但真的落实在个人上也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嗯，有的人也就不，作为我也有些，我刚才在想，有的人也就，悄悄的办一下就好了。啊，或者说我们认定了上海人会这个样，但是他有各种各样。哎，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个饭局，我再讲个段，我看的一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段子，我觉得这个真是。啊，就是说我们既定他是一个坏人，或者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人是一个标签，就是有一个人是后来嫁给那个胡兰成了，叫佘爱珍嘛，上海话呢过去叫白相人嫂嫂，就是等于女流氓了，叫白相人嫂嫂。据说他枪法非常准啊，他是百步穿杨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嫁给一个76号的那个叫谁，就是是一个司机啊，就出生的那个就被后来被那个日本人暗杀的啊，他是属于汉奸嘛。那么当时在、那个、吴四宝是吧？哎、对，吴四宝。哎，他当时在孤岛时期呢，就是这个76号和那个国民党啊，互相关系非常尖锐啊。首先从银行方面，今天我打死你一位，你明天我们必定会打死你。双方暗杀人，都是饭局上面，他们吃饭就是说。就里面讲一个段子，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行动了，那么就在一个包间，那么这个佘爱珍就说他不放心，他说等一会今天你们要行动之前我进去看一下，那么手下人就带着进去一看，一个包间，那个可能是我想象中有画面，那门帘敲开一看，里面坐了一桌人，啊，对着门的这一位，然后手下人就在耳朵边上说。所以一会儿就把中间这个人是银行副行长，我们等会行动就把他打死，啊，然后这个佘爱珍就说了，啊，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佘爱珍就说，这个人太帅了，啊，这个打死他好像算了，还是换一个，边上有一个老头，一个大麻子，等会就打这个人，啊，就是说佘爱珍这个人给我的印象中啊，就是大致的印象中就是心狠手辣。但是这一块上面还是个颜值狂，结果真的佘爱珍一转身一走，过五分钟枪手就进来，对着这个正门就一个大麻子，这个大麻子是一个很死的很冤枉的，就因为我有麻子吗？什么叫就是边上那个人帅啊，对，我举这个比方，饭局发生这种事情全靠卖相好啊，上海人不是喜欢讲卖相好，卖相好能救命啊，上海人爱讲这个卖相，这个是个怎么理解？您比如说，我看，哎，您有的，你看来你对上海人特别熟悉，过去交过上海女朋友，大概是我想交，真的想交，但是他们看不上我，就是觉得就是不可能、啊，卖相不好，怎么不可能，卖相很好的，我卖相很好的，很好，卖相好，现在好了也晚了，不会吧？不，就是你看你有个好朋友叫毛尖儿啊。我看毛尖写文章写这个金爷，就是说他是典型的老科拉。我自己不大喜欢这个名称。这些老所谓的这些老科拉什么什么，这个是范围很大的。
Z 就是年纪大的上海人，就是 classic， 就是那从那个词来的，就很经典，就他们有个范儿，就是比较经典的有那个范儿。老 classic。但是那个上海话里过去还有说这人小开是啥意思？小开就是不是小开了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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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开是不一样，就是等于是富家子弟，就等于他爸爸肯定是个老板，然后他爸爸很有钱，但是他小开的最重要的说就是他什么事情都不会不懂的，不会干的，不是就甩手掌柜就是。那那个白象呢？白象是玩，这不就是玩呀？要打扮的卖相很好的去玩。你知道我想起说什么？他的这个小说一开头啊，就《繁花》一开头啊，讲到王家卫的那个《阿飞》，《阿飞正传》，就是看着这个梁朝伟结尾的地方，对，结尾把头发梳的，然后拿两沓钱数，这精装啊，把这个衣服穿好出去。他说那半分钟是上海味道，上海这种人蛮多的，你说的这是打牌。白天睡觉，他就是这市民中有一部分人实际过的，甚至于过着民国时代的生活都有 的。但他收入来源呢？他就靠这个，靠这个打牌。他甚至于在家里有点钱，或者他的生活真的是等于非常边缘的，但是又特别上海味道。因为他一说，像有一些上海有一些地方，当然现在都拆掉了，比如说像提篮桥啊、曹家渡啊、十六铺啊那种地方。鱼龙混杂，它是 自然等于堆聚拢起来的这种城市的副中心，这种副中心呢它各种经历的人都有，是四九年之前啊，各种背景的人他还是保持这种样子，有的老头他还在喝咖啡还要干什么啊，放一块饼干也要摆着看着，这种他都是过去那种积累的东西，他就是生态里面就各种人靠各种手段生活。因为我在上海啊，没少买这个各种文物嘛。在上海买文物的时候，就碰到各色人等。是的，他跟北京人是不一样的。上海人很会吞，就是所谓吞套，就是不行我就往回退，我要把这个事儿成嘛。比如我有一年啊，我去在那看见一个黄花梨床，特喜欢，喜欢的不行。然后我心里觉得这床那个年月，我认为值80万就已经很多了。然后那我想买，我就追这个老板。这老板呢，他不是做这生意的，他是做这个洗浴生意的。但是他赚了钱以后就老买这些东西，他有各种兄弟帮他弄。然后我认为这东西值80万。然后呢，但是你要特别诚心想买呢，你得加钱嘛。所以我就努的100万，我就要买。他说我不卖这个，我终身都不会卖。然后我又为了使他这个能卖哈。我就咬卯足了劲给了个不值的钱，就我认为都不值的贵嘛，我就说我能出120买你这床。他想都不想他把我给踢了，说门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事儿。说我这个什么人也来上我这儿洗澡啊什么的。然后这事儿呢就那个床上我就老惦记着啊，就是问。隔了两年他旁边一人给我打一电话说他那床要卖，马上就告诉我了，我打电话我说为什么，他说哎呦他这个老婆生孩子，他现在没钱，老婆生孩子了。然后呢我呢就很主动，我电话就过去了，我说哎，我说你那个听说你那床要卖吗？卖你啊，多少钱？他问我多少钱，那我不给过120吗？这时候这个古董，这个古董本身没有价钱，那个价钱就是人为的，它不是葡萄，你那个市场上它有个公平价钱。我说这样，我说我出个120对不对？他说对。我说我给你60万块钱的话吧，你是不记教训的啊，就我那么钱追着你，你不卖我啊？我那么诚心还请你吃饭干嘛？你光请我洗澡啊？你不卖我？然后呢，我给你60万，你不记教训，60万减1万，59万，你答应，1分钟以后钱就在你账上。二话都一个磕巴都不打，他不跟我讨价还价。OK， 哎，他有这一套，就那个，就是很不吝。当时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因为我认为他得跟我讨价还价，磨蹭我。我当时心里还是认为80万这个钱我还是能付的，但是他 OEGOK 弄得我还比较愣啊。然后我就很快我就把钱付了嘛，付了以后呢我又不踏实，因为什么呢，他太痛快了，我又不能不痛快。我把钱付完了以后第二天我就拆人，因为我那时候在北京的嘛。我说你现在今天什么事都不能干，你得上他那把我床给我拉走，因为我怕他给我卖一便宜名又卖一便宜，他卖两回便宜，那床没了，对不对？我因为对钱特别着急的人，后面的事儿就很难说。